小朋友好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故事，叫做哇，是谁？是青蛙吗？看看，啊，真的是一只青蛙。青蛙，它好像，怎么了？哇，蛇，青蛙怕蛇，哇哇哇哇哇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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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鼠，它干什么了？哇，老鼠它怕猫，喵喵，哇，这，老鼠吓跑了。小姑娘，她好像好紧张。哇，蜘蛛，小姑娘怕蜘蛛。哇，妈妈。小狗，小狗好像也很紧张。哇，小狗看见老鼠了，小狗怕老鼠，汪汪，跑走了。小朋友，哇的故事讲完了，再见。